啊，大家晚安。今天是2018年6月24日，礼拜天。现在时间是晚上6:38啊，距离今天太阳下山的时间大概还有9分钟啊。今天我刚刚查了一下气象，今天日落的时间是6:47。那么，我相信很多人都已经知道啊，今天是金石堂书店的城中店的最后的营业日哈。那么，之前我在上个月有特别有来拍过一次，这个在里面走了1楼到3楼都这样子都逛过哈。原本是没有打算说今天最后一天再来，但是后来想了一想，反正我离这边也没有很远，我觉得我应该还是要来记录一下这最后一天的那个它的一个模样哈，不管里面还外面。那我相信这在之后可能都会成为大家可以用来怀念这一间金石堂的一段记录。那么会选在这个时间，快太阳快下山的这个时间呢，是因为我觉得我现在拍可以拍到它白天的样子，然后待会我进去逛一逛出来再拍，就可以拍到它晚上的模样哈，就是白天晚上两种风情我都可以帮它记录下来哦。因为这一栋建筑其实在晚上天黑了之后，里面灯光亮起来它又是另外一种感觉哈，我觉得也是很迷人的，所以我挑在这个快要太阳快下山的时间来进行直播。解释一下这里的历史哈，这里是1984年，好，34年前，1984年5月12号开幕，那么到现在刚好刚过了他的生日，一个多月哈，5月12号，今天6月24号，那到今年刚好已经过了34年哈，34个年头。那我相信这一家在整个重庆南路哈，我们以前叫做台北书街，书店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标哈。那随着整个时代的改变，现在重庆南路上的旅馆比书店还要多了哈。原本会一直以为，即使书店在关哈，一直关，应该最后都还会剩下这一家金石堂哈。就没想到今年4月就传出了说这个金石堂要结束营业的消息哈。那就也没办法啦，对，那之后这里不晓得会变成什么，是旅馆吗？还是会不会就直接拆掉都跟盖新的大楼？我觉得什么事情都可能哈，因为毕竟这里并不是古迹。我们可以看到哈，蛮多人在这边拍照的哈，大家都在这边，还有架三脚架的朋友哈，大家都在记录这个金石堂城中店的最后的一个样貌。现在已经有点就觉得蛮漂亮了，里面的整个灯光都亮起来，然后日暮时分夕阳的时候，所以可以感觉到其实还蛮美的。那待会我就会进去，我们从1楼逛到3楼再下来出来了，可能费时大概，我估计大概20到30分钟吧。那出来以后应该就整个天黑了哦，顺便再记录下它在天黑之后的一个样貌。我把镜头拉一下，好，拉近一下。
再拍照哈。1984年5月12号到现在，就是已经过了整整34年哈。然后在今天2018年6月24日，就是他最后的一个营业日。那我们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朋友哈，都在他最后一夜哈，来这边跟他合照。哦，毕竟这里是许多人的共同回忆哈。哦，我们很多人的学生时代都在这里度过啊，包括我。哦，那这栋建筑物也是非常的有。还蛮有感觉，很多拱门的造型哈，那个一些拱门，然后大片的落地窗，今天里面应该是非常多人哈，我们等下就进去看一看。我们刚刚在做楼梯，两边呢，顶一边。哇，现在不能马上进去哈，所以我们来排队。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些。哎，没办法哦，我们就来排队。排队的时候就跟大家聊一下吧。我相信大家来逛这家锦史堂，应该没有遇过需要排队入场哦。毕竟里面不是卖什么精品名牌包的地方，所以也蛮令人感慨的哦。如果每天都是这样的人潮的话，我相信这里不会这么早哈就结束营业。希望不会等太久。我们可以看一下对面。到现在镜头前方的 Hotel B7 的旭美行旅那一栋之前是大家还记得吗？Fridays 哈，那个星期五餐厅，也是几年前，大概3-4年前吧，就结束营业，然后就变成旅馆了哈。
然后包括像对面这里，这边也是旅馆，哦，然后就星巴克旁边这一栋也是旅馆。我觉得我就跟着大家一起排队，哦，这也是一个记录嘛，嗯。来看看，镜头转过来，哇，我现在的后面已经排了那么多人了，好。好，排队的时候再来聊一下这里哈。这里最早在日本时代，这里这栋建筑物有超过100年的历史了哈，大概100年多一点。那么之前有开过咖啡馆，然后开过照相馆，哦。哦，照相馆开蛮长的时间啊，现在可以进来，可以进来。不好意思，稍等一下，客人出来一下，不好意思啊。对。谢谢，好，我们进来了。好，可以看到啊，这边的柱子上就都贴满了很多告别的画。前任店长。请问洗手间在几楼？3楼。好，我们就来逛一下吧。我通常会先走这边哈，我还蛮喜欢逛。这边这个文具区的，有时候会看一下有什么新鲜玩意。哦，今天这一区人比较少。其实想一想还蛮感伤的哈，明天就进不来这边了。金石文化广场，然后过几年之后才改叫金石堂书店。这边还有当时的一个匾额，这个从开幕开始就已经挂在这里，金石文化广场。有会员吗？没有。
我想到哦，十三年前，2005年六月哦，也是六月的时候，我的第一本书《飞啊科学小飞侠》上市的时候，就是跟金石堂合作。那个时候有推出一个，我记得是7折吧。哦，然后当时我还特地来这一间买自己的书，一次买个几十本回去哈，看能不能冲个排行榜哦。我很可惜没有冲上去哦。对，印象很深，那时候门口进来就是堆着我写的那一本书哈。好，我们现在上2楼。按照我平常来逛金石堂的路线这样走吧，随便看，然后也没有一个计划好的路线哈。我相信大家逛书店都是这样子，除非说今天心里已经打定要买什么书哈，不然通常就是这样子逛。可以借由这一道玻璃墙，我可以看到金石堂这栋建筑物，它的跟隔壁的这个建筑物之间的原本的一个材质哈，水泥啊、红砖。那这也是他们很用心的地方哈，刻意把这个这样的地方给空出来，让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百年建筑它的一个当时的一个建材啊。学生时代最迷的小说哈，《天龙八部》。那时候看《天龙八部》都好怕看完了，你知道，大家应该也有类似的经验。非常喜欢一部小说，当看完一个之后的那个失落感。出去再来看这栋建筑，你有另外一种感觉。对角突破对面以前是正宗书局哦，然后往左边看这一栋以前是东方出版社，这都是曾经非常大家应该印象都很深刻哈、哦。东方出版社讲到他就想到亚森罗平，黄皮版的亚森罗平，那他们都已经比金石堂更早的、消失在这一个街道上。
正宗书局跟东方出版社都还在，只是说他们现在已经没有那种一楼的这种店面哈，这种书店这样子，就是办公室还在，包括旁边那个东方大楼里面也都还有东方出版社的营业单位。这大概是近十年，好不好？十五年哦。如果讲二十年，应该也不会夸张哈。近二十年，我看过人最多的一次，就是在纪实堂书店里面。这里小朋友很喜欢的地方，童书。很可爱的妹妹。可以了吧？这样子，三楼就比较不一样啊。三楼有一个咖啡店，而且还可以看到屋顶的内部的屋顶的部分的一些木造结构。我们从这边上去了，到三楼去。这里跟我一个月前来已经有一点不一样了。这边其实有一个小走廊，有一些手稿，名作家的一些手稿。就是这里开幕的一个致喜的一个匾额哈。金石文化广场的开幕致喜哈，1984年5月12号。
这里有三楼有金石生活学堂哦，可以办活动啊、演讲啊，还有一个马德莲书店咖啡啊。进来看一下。咖啡杯构成了情哈，啊，一些名人啊、作家啊、艺人啊，就知名的人士，他们有签名的咖啡杯哈。上一次五月份来直播的时候，我有很仔细的拍过一次哈。今天再带大家再来看一遍好了，再看一下这边有没有陈总店、金店。地签了两次，这边这边有一个影帝，有没有？我们再到前面来看，如果没有看错的话，这边还有一次、两次。这是2013年7月4号，
希望这一面咖啡杯墙会被保留下来哈、哦，因为里面有些人已经不在了，我觉得是一个很有纪念性的一些文物哦。所以就是啊，马德琳书店咖啡。里面因为它里面现在在营业中哦，我避免去打扰到其他的客人哦。我大概跟大家讲一下，外面那个走廊的上面其实是可以看到最原始的这里的木造结构的屋顶。那么在我今天也有分享，我今天早上有分享十点多的时候，中午吧，就今天有分享一个我5月15号直播的一个影片哈、哦，在里面我就有很仔细的去拍那个屋顶的底下的这个木造结构。那因为今天里面都是客人在。今天非常多客人哈，所以我就不进去了哈。好，那旁边这个是金石生活学堂，这里有办非常多的活动。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是简真。再去拍吗？好，好，再好，我也尽量不打扰他们。来，拍一下这个木头，来，给你，谢谢你，谢谢你。我应该怎么？副总拍摄。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没关系，没关系，我只要拍这个做个记录，谢谢你，不好意思打扰。好，谢谢你。对，好，我觉得哈，我觉得还是要进来大概看一下，因为，这样讲哦，明天想来拍就进不来了哈，所以我还是想让大家看一下。这就是三楼的场景，所以他们就用大公司，他们是在哪是小部门嘛，他们就用折扣来，那么真的打七折打几折，但是我们说我们不是这么做，我们是大批量的，希望他来看这个东西，这是一个蛮好的一个生活习惯，这样子的话有很欠我们产业的信心。这也就是总共有三层楼，好哇！这里大家哈在看这个名作家简真哈在演讲。
刚刚从这边上来，现在换另外一个组装，我们下去。金石堂书店在今年4月23号，他们的脸书专业的一篇 po 文哈，也是宣告这里将会营业到今天的。真的哦，很舍不得走出这个门口，因为怎么讲，应该就再也没有机会走进这家金石堂了。哎呀，之前就是怕这样哦，所以想说最后一天不要来了。你走到这个门口这个时刻，你就会走不出去哦。你就会舍不得踏出这个跟他告别的这一步啊！哦，再拍一下啊，再拍一下。柜台好了，最好看一下。不能在吗？看一下天花板。
掉的。我也不回了，离开吧。还是忍不住回头。相遇有时寂寞无限。好久不见。嗨。你跑来拍这个。这么大了吗？对呀、啊。踢球啊！现在怎么来接？你要录镜吗？嗨！嗨，我在直播啊！嗨、啊！ Hi. 啊，真的吗？建筑真的是蛮美的哈，蛮有味道的。那当然，美感这个东西是很主观的哈。但是就是有一点不舍哈，可以看到这个工程。这边是几个房子。希望这个建筑物不要就这样不见了哈，应该不会吧？很怕啦，来走一下，这旁边有一家，这个是刻印章的，我记得好像是印章店哈，他搬了他这边他也结束租约了哈，移到博爱路142号，我原本。其实他跟他这有一个角落，他们是一家叫新义堂的刻印店哈。
好，那么现在刚好也是天黑了哈，看看我们直播多久，51分钟，好，差不多，我今天估计就是差不多直播一个小时，那就是打算从天亮直播到天黑，所以现在跟我所规划的一个进度行程是一样的哈。我刚刚是在6:30左右，那时候天还没暗的时候，先拍外表，然后我想说我进去逛完出来以后，刚好可以拍天黑的时候它的另外一面的风貌哈。那刚好就是现在这样子，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天黑了以后，因为它有非常多的窗户哈，所以光线从里面透出来是非常的，很有质感哈，很有感觉。很有文学气息的一栋建筑物哦。我们看看是不是现在这个时间，这个在这个黑暗里哦，然后建筑物里面微微的透出光线，还是非常的漂亮。脚步来拍摄，我想应该大家很多人都知道了哈。今天是吉时堂书店前中店的最后的营业日哈，所以也有人是专程，就像我一样专程来带着照相机，啊，架着脚架在这边拍。那也有一些路人是经过，或许他不晓得这是最后一天营业日哈，只是单纯的觉得很漂亮，就然后看到很多人在拍，就停下脚步来拍了哈。过去就是新公园的入口哈，我还是习惯叫它新公园啊，现在叫228纪念公园啊。
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啊！我来跟他合照一下哈。曾经有网友说，那个哲森，你应该也要想办法让自己出现在影片里嘛。其实我并不会去想说要这样哦。不过今天这个直播算是还蛮特别哈，因为是戒指他城中店的最后一天营业日哈。我想我应该跟他一起出现啊。说一声拜拜，拜拜拜拜，那个34年哦，拜拜。一个我认为最美的角度来做 ending 吧。19845月12日开幕，2018年6月24日吹熄灯哈。有34年历史的金石堂书店城中店，将在今天打烊之后画上句点。那么我请以这段影片，为他最后的身影做个记录啊，然后也是纪念我已经逝去的青春年少，然后与大家分享，再见，金石堂城中店，拜拜。